游行的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们是花东彩虹嘉年华，再次恭喜所有的宜兰人以及来参加宜兰的每一个人，你们都成为宜兰的历史。在八年前，花莲办了第一届同志游行，在去年花东连线，台东也有了第一届的同志游行。今年我们站在这里，宜兰也有同志游行，让我们整个东台湾团结在一起。9月29号跟9月30号，我们的主轴是自然而然。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花莲跟台东，享受自然的风光，而且要把自然的话语权抓回来。所有多元而自然的故事，才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。欢迎大家9月29号、9月30号一起来我们花莲跟台东。谢谢大家。加油！谢谢我们来自花东的伙伴。